的确，脑膜炎确实是不会引起这个后果，可是在治疗脑膜炎的过程当中，因为医生的失误，却可能导致患者的下肢瘫痪。金大律师，看来你当律师真是我们医务界的一大损失啊。你要是医生的话，那今年的诺贝尔医学奖肯定就是你的了，真的。被告，请你注意一下自己的语言。沈判长，我倒想听听孔医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，也许他还真是个伯乐呢。金律师，因为你提出了我们医学界从来没有过的假设，治疗脑膜炎可以导致下肢瘫痪，请问是靠什么可以导致这样的结果呢？难道是阿司匹林吗？沈判长，我能不能出示一份人体解剖图呢？可以，原告代理人，请开始。谢谢。怎么，金律师是要给我们上课吗？就算是班门弄斧吧。请。孔医生，我想问你，你在怀疑一个患者得的是脑膜炎的时候，那你首先要采取什么样的诊断方法呢？按照常规的方式看，需要进行腰椎穿刺，从患者蛛网膜下腔提取脑脊液。脑脊液在什么部位？脑脊液是在蛛网膜包裹着的脊管中。蛛网膜的外面是什么呢？你可以去看图啊。现在是原告质询被告，被告应该回答原告的问题。蛛网膜外面是一层硬膜，也就是说，在抽取脑脊液时，必须穿过这层硬膜和脊管，对吗？对。那脊管里是什么？马尾神经。假如医生在抽取脑脊液时，不小心碰到了脊管中的马尾神经，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？你把医生当成什么了？屠夫吗？什么叫不小心？我说的只是假设，根本不存在这种假设。我只是提出一个假设，我不知道被告人为什么要用这么激烈的态度来回答我的问题。既然这样嘛，那我能不能做个总结呢？可以。如果医生一不小心在抽取脑脊液时碰到了马尾神经，那就会导致患者的下肢瘫痪，对吗，孔医生？好啊，金律师，既然你一定要纠缠这个问题的话，我想当庭做一个试验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。沈班长，我想做一个小小的试验，来回答对方的问题，可以吗？你的试验是否与本案有关？与本案有关。可以。请。秦律师，请你把手伸出来。金律师，我用圆珠笔轻轻地扎你一下，你就闪得这么快。可是你知道吗？马尾神经作为人体最敏感的神经之一，它的痛感要比皮肤敏感10倍。就算不小心被针尖扎到的话，它也会自动躲闪，比你刚才的动作要快100倍。现在休庭。不过，我要提醒一下被告代理人，下午开庭的时候你要注意法庭纪律。我们去吃饭吧。我不饿，你自己吃吧。饭总是要吃的嘛。金律师，不瞒你说，家里的钱都拿给强强看病了。这我知道，所以你更应该多吃点饭，保重身体。你看，现在强强的父亲又进了监狱，强强就是你唯一的依靠了。所以，为了强强，你要多吃一点，好不好？要不这样吧，我先垫上，等官司打赢了以后，你再还我。阿兰，你连律师的话都不相信了。
很不好意思，也不能陪你吃饭了。你先拿着这个钱，别介意啊，我先去办点急事，马上就回来，好吗？哎，金律师，我们不会打败吧？不会的，我不会当逃兵的。你放心，我只是有些急事，去去就来。小安，妈妈回来了。你回来又怎么样？要不是我老大被那个女人缠着，他早就可以来帮我了。什么老大不老大的？哎，请问阁下在哪个帮派混啊？你整天打游戏机，简直是白日做梦啊。哎呀，你不相信就算了。小安，妈妈有重要的事情要问你。问我就说喽，无事不登门嘛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呀？我问你，你一天就这么玩游戏的话，眼睛花不花呀？你该不是外婆派来当密探的吧？不是，是妈妈自己要知道。你要听实话还是听假话？当然是实话呀。我回答问题可是要收费的哦。你为什么不从我这儿学点好的呢？哎呀，你不是说了吗？现在商品社会啊，不谈钱才是耻辱。好好好好，你说什么标准？一个问题20元，不还价。好啊，来成交。我告诉你哦，一天游戏玩下来，眼睛怎么会不花呢？看什么东西啊，都是两个影子的。小安，你能不能把妈妈从美国带给你的掌上游戏机借给我用一下？小孔啊，哎，你上午表现不错，就是话多了一点儿啊，是吧？你要知道，这些律师，他看上去啊东拉西扯的，其实每句话里面都有陷阱，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。对付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斯大林说的那句话：我们不理睬他。啊，是吗，王律师？那好吧，我注意点。小孔年轻气盛，请王律师多提醒他哦。好说好说。审判长，各位法官，请允许我出示我方代理人孔令健医生的工作记录。这上面详细的记载着孔医生平均每天要给3个以上的病人做腰椎穿刺，从未出现过任何差错。原告方，你对被告出示的证据有什么疑问吗？没有。被告方还有什么意见吗？我们要求法庭根据我方提出的证据彻底推翻原告的猜测之词，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。那原告你还有什么意见吗？我只是想问问孔医生，你业余时间都有些什么爱好？哈，对不起，这是我个人的私事。我只是想确认一下，孔医生是不是在医院里有一个外号叫一卡通？原告提出的问题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，所以代理人拒绝回答。原告，请不要询问与本案无关的问题。可是我认为这与本案有密切的关系。那好，请继续。孔医生，为什么你在医院里会有这样一个外号呢？好吧，我告诉你，那是因为我是一个电脑游戏高手。不管有多难的游戏，我只要买一张卡就能全部打通，就这么简单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这么说，你也是靠勤学苦练才成为高手的了。那我倒是想问一问，你是用什么时间来练习打游戏机的呢？当然是业余时间了。你的业余时间都用在打游戏机上吗？这跟你有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了。我想你不用问我也应该知道吧，长时间盯着游戏机的屏幕看
会造成视力严重的下降，甚至会导致暂时的失明。科学名词叫暴盲。我知道你想暗示什么，不过我要告诉你，这种后果因人而异。你是说你的眼睛属于特殊的结构，打游戏机不会对它造成任何损害是吗？起码没有产生你说的那种后果。审判长，我请求法庭请孔医生配合我做个试验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孔医生，来而不往非礼也嘛。好吧，请。孔医生，我怀疑你的游戏水平和怀疑你的专业水平是一样的。来，能不能把这三个游戏打通看看？没问题。金律师。审判长，你放心，这是我的最后一个问题。好了。孔医生可我真是身手不凡呢。下面我还有一个问题，最近审判长的牙疼，你能不能诊断一下他哪边的腮帮子肿吗？这个问题与本案有什么关系？就算没有什么关系，请孔医生诊断一下也不至于要收费吧。好嘞。左边。你确定吗？肯定是左边。好，审判长，我问完了。好，鉴于本案涉及到许多专业方面的问题，所以目前为止采用的都是推论和猜测的方式，因此不具备确凿的证据，所以本庭宣布暂时休庭，双方在休庭期间继续取证，至于具体开庭时间另行通知。孔医生。哎，好，院长你先走。好，审判长。孔医生，谢谢你刚才对我的诊断。啊，不客气。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，我左边没有肿，右边也没有肿，因为我的牙并没有疼。不过我个人有个建议，假如你第二天有手术的话，最好头天晚上不要玩得太晚。金律师。金律师。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呐。不敢当，不要太没有风度嘛。哎呀，我可是领教过了你们这些做律师的颠倒黑白的本领。你别忘了你也有个律师在身边啊。啊，对了，我曾经送你一句话叫做智者千虑必有一失，我觉得送你这话不太恰当。那你就找一句更恰当的话送给我。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别耽误卿卿性命，是不是？金娜律师，你也别高兴太早了。别忘了，你无法证实我在给强强做穿刺的头天晚上玩过游戏，对不对？再见。我们走。金律师啊，看来我没有找错。但是你怎么知道他那天晚上有没有玩游戏呢？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法官对孔令健这个代理人已经产生了疑问，这样呢天平秤就倾向于我们这边。哎，
就是他。哎，小朋友，这下你可惨了。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你们也好意思啊？放我下来！你敢三个大人欺负一个孩子啊？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干什么？啊？看着我干什么？放下！蹲下，蹲下，蹲下！活得不耐烦了，拿别人的孩子开心的。对不起，下次不敢了。是是是，我们不敢了。我就放过你们这一回。啊，谢谢。走吧，走吧。好好好。没事吧？谢谢啊。没关系，我也是看不惯他们三个大人欺负一个孩子。啊。谢谢警察叔叔。小朋友，我送你回家吧。才不呢，我自己能回去。喝。喂，你找哪里？喂，喂喂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再搞这种花样，我可要报警了。记得我吗？嗯。来，送你的。怎么样？你快走好了，我妈妈回来会打你的。真的？嗯。叔叔，来看看你的腿。来。小乔，妈妈回来了。啊！快快快，在那儿。好。小乔。刚才你在跟谁说话？嗯，没有啊。没有。嗯。那这包东西谁给你的？嗯。啦啦啦啦，嗨 ，baby。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哎，真没想到。这金家有好多仇人呢。啊，什么人啊？有人跟踪他，我也搞不清楚。鬼头鬼脑的，应该不是朋友吧？遇到方奇安了吗？没有。看你这么高兴，还以为你找到他们呢。说什么呀？我为什么遇到他就高兴啊？人逢喜事精神爽，他乡遇故知，人生四喜在第二，当然要高兴了。人生四喜，你有没有听说过人生四大丑事？我就碰到一件。你有没有告诉我？久旱逢甘露，几滴他乡遇故知，仇敌洞房花烛夜，隔壁金榜题名时，梦里。戴维啊，我不会遇到一向吧？你说什么呀？你又不是金家的仇人。要是那样倒好了，我是怕遇到第三项，洞房花烛夜，隔壁。你看，你又来了。哎，我看你一定是在家里待久了，胡思乱想，对不对啊？家。对我来说，你在哪里，家就在哪里。其实你也说得对，你的丑事啊，就是我的丑事，因为你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。可是你要记住啊，你的爱人不见得是我的爱人。好了，别讲这么多了。OK， 我们出去吃东西。
哎，嗯，你知不知道我们的钱已经越来越少了？再这样下去，要坐吃山空了。哎呀，我真没想到这上海跟台北的消费差不多哎。建议今天要委屈你了，要泡面了。这次就保不了你的口福喽。谁说保不了口福？来来来，来来来，肯定。嗯。哦，你吻我就是为了保口福啊？哦、oh, ，sorry， 这不是口福，这是幸福。你是保罗？是，又怎么样啊？我只感到好奇啊，你竟敢对我老板这样说话！拜托了，小子，你不要太猖狂你。我不是被吓大的，给我打！还抓！抓！老大，我错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是看在国父的面子上才教训你一下的。走，滚！没伤到他吧？没有，金太太，我们有专业水准的。那好，好，谢谢你们啊。好，放心。哟，婆。你到哪儿去了？怎么弄成这样子啊？啊！不小心摔倒的。哎呦，怎么会的？来来来，来，快坐下。来来来，哎呀，看你衣服弄这么脏，快脱下让他们洗洗啊！阿豪，哎，太太，太太有什么事吗？等一下，来，那，把这衣服拿去洗洗啊。怎么样？这个月的钱用完了没有啊？差不多了。嗯，你哟，啊，够不够？差不多。我去洗个澡啊。好。小心点啊。喂。哦，好。哦，我知道。看在国父的面子上，金阿姨，今天治坏我腿的那个医生来过了。他来干什么？他说要来看看我的这条腿。他后来做什么了？后来我妈妈来了。那你没有告诉你妈？没有。哦，你不告诉他是不是怕你妈妈发脾气啊？我爸爸就是因为打他进的牢房，现在就剩下我妈妈了。我不想再让他离开我。啊，强强，你知道吗？你真的好乖啊。强强真是懂事。走，我们到前面去啊。嗯。小安，伯，哎呀，你怎么又跑出去了？我这不是没事儿吗？哎呀，有事儿啊，就晚了。你呀，以后我要再出去啊，非把你锁起来不可。那你就犯了非法拘禁罪啊。不信你可以去问我妈妈呀。那我要是犯了非法拘禁罪啊，那你呢？你天天让我着急，那是什么罪啊？那你可以向我索赔啊。不如精神损失。你会给我啊？当然会了，可以雇我妈妈当律师。好了好了，回去吧啊。嘿，奇怪了，我快他也快，我慢他也慢，怎么了？后面那辆车好像在跟着我们呢。真的？肯定的啦，我看电视剧搞跟踪都是这个样子的啦，不信咱们试试看。跟紧点，保持距离，不要让他有感觉。你看是不是啊？他们在跟着我们呢。跟踪我？不可能吧。哎，这样吧，你继续往前开。
又遇见什么难处了？哎呀，跟你说你吧，又是那个什么风云世家，老头子，临死都不放过我们。孩子，要有耐心，该是你的总归是你的。如果有人嫌你玩得太久，就关上电脑休息一会儿。怎么他也在里头啊？这是曾外公亲自设计的，怎么会不在里头啊？小安呐，咱们不玩这鬼游戏了啊。哎呀，外婆，你不是总说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恒心的吗？那你就快点玩，早点打通算了啊。你以为这么容易吗？这游戏啊，是我见到最难的一个，只有我老大能帮我。你老大？对呀。就是上次送我去公安局的那个人。哦，外婆啊，你想让我快点打通吗？那你就带我去找我的老大。要吃饭了。哎呀，打不通这关我能有心思吃饭吗？那好吧，你先吃饭，吃完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想看一下你们今天下午的监控录像。没问题，几点钟啊？大约是下午四点左右吧。哦，好的。哎，麻烦你停一下，就是他，可不可以把图像放大一些啊？可以。你认识他吗？从来没有见过。这人怎么那么面熟啊？哦，想起来了，那天几个小流氓劫你儿子的时候，他也在场啊。怎么会那么巧呢？当然不会这么巧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小心。哎，有什么仇人吗？我是律师，对手是不少，可是仇人嘛，好像没有啊。你们做律师的难免得罪人，所以今后一定要小心。尤其是孩子。这个人的照片我马上会复制下来。你有什么事随时通知我。谢谢赵队长。叫我赵军好了。妈，小安没事吧？看你说的，他会有什么事？哎，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你看你老了老了，看琼瑶的书还会哭呢。小安睡了吗？还没呢，还没回来呢。他到哪儿去了？还不是你外公啊。怎么了？留了个什么鬼游戏打不通了，非要我推着他找人去帮忙，就是上次送他到公安局的那个人。都这么大人了，也迷着玩这把戏。这个人靠不住啊。是个医生，这不怕我不放心，把他的证件押给我了。哦，哎呀，怎么是他呀？喂，喂，赵军啊，我是金迪，小安可能有危险，我马上就到。你跟着我干什么？白天的人也是你派的吧？什么白天的人啊？
有什么事情你尽管冲着我来，别打孩子的主意，行不行啊？笑话，我真的不知道他就是你的儿子吗？你撒谎啊！我说你这个人不要蛮不讲理好吗？你把事情都搞搞清楚再来跟我说好不好？哟呵，把警察都找来了。金律师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我到底怎么着你？你心里清楚。我清楚什么呀？不，我到底做了什么呀？哦，金律师，你有什么麻烦吗？妈妈，你这么一闹，我以后还怎么在外面混啊？你说的什么话？这话谁教你的？这样吧，这位先生，请你不要打扰我的朋友，也不要打这孩子的主意，好吗？金律师，你走吧。好，谢谢啊。老大，再见。哎，走吧。好。拉乖，快把汤喝了啊。小安，快点，来来来。小安，你知不知道现在外面很复杂，到处都有危险。反正他不是坏人。哎，那你说，你是相信妈妈呢，还是相信外人呢？啊？相信我自己。好，那我告诉你，强强的腿啊，就和他有关，可他却不承认。你说他是什么人呢？外婆，妈妈说的是真的吗？总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，难的是一辈子都做好人。可你知不知道，做好人怎么也这么难呢？守军，我今天心里很烦，本来想对你细细的说，可又想起我们的约定。不用那些俗事去互相烦恼，再说我也不愿意让这些俗事穿插进我们的交往中来，所以还是不说了。其实每个人都躲不开俗世的烦恼，不过我刚刚看到一个资料，那上边是这样说的，假如把全世界的人口浓缩成100人作为比例来计算，那么有80人住房条件不好，很庆幸我们不在这80人。有50人营养不良，这里边也没有我们。有70人是文盲，可我们不但识字，还可以在网上聊天。只有1人拥有电脑，可我们每人都不止1台。只有2个人拥有大学文凭，我们2人都属于这样的人。如果你明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身体健康，没有疾病，那么你比其他几百万人都幸运，因为他们甚至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假如你的冰箱里有食物，身上有衣服，有床可睡，有房可住，那么你比世上75%的人都幸运。假如你银行里有存款，钱包里有票子，口袋里有零钱，那么你就属于世上8%的幸运之人了。眼里你看，你拥有这么多幸运，还不足以冲淡你的烦恼。守军，你的这些话让我的心情真的好了许多。看来男人和女人的思维方式就是不一样。你能在平淡之中找到这么多快乐，而且能够与我分享。其实还有一个幸运，那就是有你这样一个网友。佳佳，记住啊，下次等那个人来的时候啊，你就按下这个键，你看1234第4个键啊，按一下，记住了吗？嗯。而且啊，
你一定不要忘记啊，让那个叔叔坐在那边啊。嗯，懂了吗？懂了。好，真乖。拿着。他从郊区回来。嗯，是什么案子让他这么上心呢？还不知道。有什么消息，你再马上通知我。好的。喂。你在什么地方？是赵军吗？我现在在民生中心的大厦。嗯，我看见他了，就是他，他在我后面呢。你说这怎么办呢？你真的？金律师，稳住他，别急，我们的人马上就到。我知道。我们是警察，麻烦你跟我们去一趟局里。我怎么了？有件事情要请你去前面调查一下。喂，赵军，我现在去一趟局里好吗？好，一会儿见。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我又不认识他，我怎么会跟踪他？那你去银行的事怎么解释？哎，警官，银行是他家开的呀，为什么他能去，我不能去啊？说话别那么嚣张，老实说话。我是冤枉的。进来。赵警官，那个家伙嘴巴实在太硬了，死活都不肯承认。赵军，还是算了吧，把人家放了吧，咱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违反规定啊。他想不承认就不承认，都由着他，那我们是干什么吃的？可是我们不能违反规定，惹出什么麻烦来，以后我自己小心就是了。哎，他随身带什么了吗？他证件都很齐全，对，他还有一台手提电脑。电脑？对。那他十有八九跑不了。找你来，不光为了这件事，还有别的事。哎，警官，我不是都已经说了吗？我真的有这么多事吗？什么事啊？有人检举你浏览黄色网站。哎，是谁啊？对不起，我们公安有规定保护检举者。打开吧。这你看看，啊，你小子也不怕得红眼病啊，还给别人发啊？不要看了，警官。浏览加上传播，什么罪名？你放我一马吧，好吗？放你一马可以，看你怎么和我合作了。我可以承认我跟踪他了。那目的呢？